案在全世界都一样，警察每天面对坏人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。而接下来你所看到的这个呢，是警察抓毒贩的真实过程，都被民众拍了下来抛上网。网友要大家帮这些辛苦的警察们加加油。人来人往，林森北路上演警察抓毒贩戏码。先主走，靠我，拜托你。大概。你想怎么靠我？拜托你，你走要先放吧。你台湾来骗的。你哪里被我跑？你被跑啥尾了？手脚被放开了。你是被攻啥尾了？现在是给你面子啊！现在不靠你啊！人那么多，我不靠你啊！现在靠，但是放开我。现在我很痛啊！嚣张毒贩不配合，却苦苦哀求警察放开手，挑战公权力。警察可是不勒惊。别再警犯了！啊，我要跟你们配合，你快跑！别怕我！我要配合，你跳！枪来！正经要配合，我要配合，我来，我要。放完让，放完让你数休息地哟。等等，我东西可以先捡起来吧。受伤的先，你先可以先装起来。进来，进来。正经要配合哟。我不是现行犯吗？现行犯，都是在你身上发发的。现行犯。包包搜到毒品，当场人赃俱获，毒贩还想狡辩，一下这里痛，一下捡东西，想要转移警方注意力，可没那么简单。警方迅速制服，押上车，扭送警局。辛苦过程让网友们想帮警察拍拍手。中央新闻林世宏、陈曼薇台北采访报道。